中心给我们光复中学这个机会，然后带同学来服务。那知道小花曼泽兰，它虽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，但是它对环境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了。我觉得这次活动对于环境的保育会有非常好的帮助，那可以让环境有一定的整洁。是有点累，可是看他们这样被缠住没办法晒太阳，就有点可怜，觉得今天做了很多好事，觉得以后可以多帮助植物。